大家好，我是 P P。好，今天呢是我们家里非常重要的日子。那今天呢，我们要拍我们家里的全家福。那为什么会想要拍呢？其实主要是因为我们家里的两只狗狗，一个是这只 P P。然后还有一只，大家常常在我的 IG 看到一个 Poodle Cookie， 因为他们的年纪也不小了，一个大概14到15岁，然后 Cookie 是大概12岁左右。最近我们也发现 Baby 他的身体状况已经开始慢慢变得很脆弱，像这几天他呼吸非常非常的急促，然后昨天晚上已经开始没有力大便了，所以我们想要在他们还在世的时候好好做个纪念。那我们今天的拍摄主要就是在我们家门外还有我们对面的一些草场的场景。那今天这支影片就走比较温馨一点，然后就给你们看看我们拍摄的过程吧。 Let's go。 Look at it 啦，乖 ，Good girl, sit. OK， 很乖 ，Good girl。来，拍照，来，走。还有啊，不要走你。不要走。整个包猪这样，超香。要排到肥肥啦，要排到瘦瘦啊。瘦瘦啊。肥肥。啊，把我们两个拍一张来。Kiki，天气超热，太阳好大，但是天空很蓝，耶、yeah, ，很适合拍照。但是我都妆很开，都化了。我要换我的照片了，你要换你要火花，我要换我的火花 picture。你要换吗？换啦、啊！一起换啦、啊！换。换。今天全部换火花 picture。在哪一点被这样挑哎？看对方家，还请你照。哇！结婚照啊，结婚照。哎呀！30周年了。爸爸笑自然点，别笑出来。看着我。看着老婆。看着老婆。别笑哈。耶！嘻嘻。哎呦 ，BB 很累了，咪咪，有吗？有吗？给你玩死呀！回家了，回家了。你要从下眼，我跟你们喊。回家。上班。哦，累了。快到准备了。谢谢，再见。辛苦了。就在隔天的晚上 ，Baby 的身体状况突然变得很恶劣。直到第二天的早上7点 ，Baby 选择在我们没有在他身边的时候离开了我们。我爸妈说，他是在等我回家。因为 Baby 其实之前已经有发生过2次病危的状况，我那时候一直跟他说，你一定要等我回去，我们要一起拍个全家福哦。也许他也知道拍这个全家福是我们的心愿，所以才笑得那么的灿烂吧。 Baby， 爸爸妈妈姐姐要在这里跟你说声谢谢，谢谢你这16年来带给我们的欢乐和陪伴，谢谢你让我们陪你走完最后一程。你去最后一程啊，去天上当个快乐的小天使吧，爸爸妈妈姐姐都很爱你哦，你永远是我们的一家人。